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的疗剂是 Quinine Sulfuricum， Quinine Sulfuricum， Quinine Sulfate， 硫酸硅磷，即是 China's Quinine Sulfate， 硫酸硅磷。大家都知道咧，藥疾病咧係曾經係，我曾經現在都係好流行嘅一種病嘅嚇，喺好多國家認都好多嘅。咁傳統嘅一般嘅醫療咧，都係用嗰個金雞納霜個樹皮嚟到醫嘅。咁但係好多時候發現咧，金雞納咧嘅治療咧，好多時候咧係冇將嗰個病咧係根治嘅，係只係咧只不過嗰、那個將嗰、那個。发烧个周期性的发烧咧，系暂时咧打压咗落嚟嘅。咁亦都因为咧用呢、這个一种嘅粗糙嘅药物去打压，去揿呢个症状咧，会导致身体咧系出现好多嘅变化或者退化嘅咁。咁所以這個療劑呢个疗剂咧，当然啦，硫酸硅磷咧都系用嚟治疗嗰、那个。藥疾嘅療劑，但都一定咧要應用得好準確先得嘅。咁通常咧係應用咧係，如果係嗱軍雞納咧，通常係有嗰、那個症狀咧係有好周期性嘅，可以叫做 periodicity 啊，好明顯嘅有周期性嘅，同埋咧係脊椎咧係特別敏感嘅，神經線特別敏感嘅。咁佢通常咧就會令到咧嗰、那個神經特別敏感。對外來嘅環境咧係特別敏感嘅，或者有周期性嘅神經痛啦。最緊要咧係用嚟處理嗰啲耳鳴，尤其是好嚴重嘅鈴聲啊，或者嗡嗡聲啊，或者轟轟聲嗰種耳鳴。咁加上咧就有埋嗰、那個那個視力失聰或者減弱嘅。咁我哋醫學上有一種叫做 Meniere 嘅 disease 啊 ，Meniere disease
咁呢个咧系一个可以话好典型嘅应用嘅地方嘅，因为呢一啲诗通常都系啦，有耳鸣啦，嗰、那个失聪啦，同埋咧就系嗰、那个个头痛，嗰、那个头咧好晕嘅吓。咁、所以咧呢、這个嘅硫酸龟苓咧 ，quinum sulfuricum 咧，就通常咧系应用喺呢一类咁样嘅malaria 嘅病。咁有时咧就当你如果系有嚴重的頭痛加上耳鳴聽覺失聰嚴重的頭痛呢，這個一個很好的應用的地方的。好了，這個療劑也可以處理一些、那個血球蛋白、紅血球、減少，還有血球蛋白減少，還有也都有一種那個白細胞和白血球增生的傾向的問題。咁、那個人咧就嗰、那個脈搏咧就比較好，佢微弱啦，好纖弱啦，好細啦，好同埋咧個人好弱，同埋好緊張嘅，少少操勞咧都會令到心跳都好犀利。咁有陣時候咧就企都企唔得耐啊，或者喺街嗰度咧就會跌低啊，就想瞓低休息咁樣嘅。咁、那個人咧當然咧係好啊。好病啦，系啊，好晕啦，吓，咁佢亦都感觉咧，佢喺张床嗰度咧，好似沉咗落去呢种嘅感觉嘅。好啦，另外一个应用嘅地方咧，就系急性嗰啲关节嘅风湿问题啦，包括嗰、那个痛风啦，同埋咧，仲有嗰个就系嗰、那个直肠嗰方面咧，痕啦，同埋充血呢个问题啊。咁仲有應用地方咧，就係個腎方面啦，係長期嘅間質性嘅腎炎，我哋叫做 chronic interstitial nephritis 啊，通常可能出現咧嗰、那個流血啊咁樣。咁仲有一個應用嘅就係我哋叫做眼球後嘅神經炎，導致突然之間失明，啊、有啲人都係咁嘅神經因為眼球神經炎咧，突然之間就失明嘅啊，同埋咧就係、是打抑。OK， 嗱，咁呢个简单嚟讲咧，就重心系即系处理呢类嘅问题啦。好啦，精神状态咧，个人咧就记忆力比较弱啦。OK， 即系思路唔得清啦，朝头早起身嘅好懒惰啦，好疲倦啦，懒惰啦。咁亦都个人咧就系、是、个情绪咧系一种失落嘅感觉啦，对将来咧都感觉焦虑。成日感觉咧，有啲邪恶嘅嘢咧，可能就快要出现咁样样，咁好怕嗰啲声音啊，吓咁同埋咧，有阵时咧就会哭泣咧，好大声吓、啊，有种哭泣嗰种 sobbing 呢种咁样嘅。咁发烧嗰阵时咧，个人就个神昏煎雨啦，昏昏沌沌啦，咁或者昏昏沌沌得嚟咧，加上咧耳仔咧。系耳仔有啲嗡嗡声，嗰啲哼鸣嗰啲咁样嘅，咁所以咧耳鸣咧呢个系好紧要嘅应用嘅地方嚟嘅。腹部咧就腹部胀啊，同埋咧系肝同埋脾咧，右边嘅肝、左边嘅脾咧都有啲痛吓、啊，尤其是弯腰啊、讲嘢啊嗰、那个深呼吸啊或者咳有一种嘅痛嘅。咁因为个脾咧系脾大啦，尤其是喺嗰、那个疟疾病之后啦。間歇性的發燒的藥疾病之後呢出現脾脹大的、背脊方面呢、那個、頸部呢是有神經痛，尤其記得是周期性的神經痛的，任何的在發燒期間呢，尤其是呢、那個、整個脊椎呢是 一有壓力就會痛、在個發燒期間這樣。好了，胸部呢都有一種壓迫感和痛感啦。咁隻眼咧，頭先講咧，就除咗嗰個突發性嘅球後神經炎啊，叫 retrobulbar neuritis， 突然之間咧係失明，咁亦都會有嗰、那個嗰、那個線嗰、那個流眼淚，同埋咧係結膜炎啊，咁亦當咁當然咧就會好怕光嘅喺呢種情況之下，咁面部會出現面部神經痛。好有周期性咁重複嘅，咁但係用壓力咧係撳佢咧就會舒緩咗嘅。
咁亦女性呢，有時子宮又突然之間嘅子宮嘅神經痛，亦都係咧差唔多係可以講每一個晏晝某個時辰咧，即係一定出現噶啦。咁通常咧係分娩之後可出現呢個問題嘅。喺食慾方面就冇乜食慾嘅嚇，好多人都唔想食嘢啦，好厭食啦，對食物咧食物飲品冇乜興趣嘅嚇。好啦，頭部都係神經痛嚇，嗰啲嗰個間斷性嘅神經痛嚇，有一個好有規律嘅某個時辰會出現嘅神經痛。咁頭頂咧又有出現嗰種薄薄聲嘅頭頂痛。心臟咧覺得咧就好冇力嚇、乏力啊，同埋好微弱嚇，同埋咧好衰竭呢種個人咧好弱、好衰竭嘅。好啦，咁腎嗰方面咧就有嗰個蛋白尿啦，曾經所講嘅間質性嘅腎炎啦，有蛋白尿啦，咁仲有一個症狀咧就係會大量嘅出血嘅，大量嘅出血就冇乜痛症嘅大量出血。咁關節嗰方面咧，就係曾經講佢急性嘅關節嘅風濕，咁每一個關節咧都好敏感、好重嚇、好冤冤痛痛嘅關節。咁即嗰個下肢嗰四肢咧，可能有一種癱瘓，好軟弱、好震軟弱。咁嗰個關節咧，嗰個膊頭嗰個關節咧，就有嗱嗱有聲音啊，有咳咳咳咳有聲音嗰種。咁喺足果內側嗰個 malleolus 嗰部分咧，足果內側咧有時候會特別怕痛，唔可以掂佢嘅，咁或者腳咧就出現嗰個水腫。肺方面咧就會唞氣啦嚇，好似好容易氣喘啦，同埋好緊張啦，加上咧肋骨間之間嘅痛，有乾咳啊或者鬆嘅乾咳都會有嘅。咁最緊要咧，佢一種係有種周期性嚇，即係好多嘢痛症係周期性，某種病係周期性，發燒係周期性嘅。出汗方面咧就好大汗嚇，咁咧就一般個汗咧就會令到出汗咧令到個症狀會好啲嘅，即係譬如啲發燒啊咁，一出汗之後就會好啲啦。咁咧就除咗頭痛嚇，就係冇幫助嘅嚇，就出汗仲差嘅。咁有嚴重的便秘和個吐瀉都會出現的了。皮膚呢因為那個肝受到影響，所以有時看到是那個黃疸這方面的問題的。胃都是 不舒服，有火燒心，胃很脹，出埋嗰啲氣咧都係嗰種苦味的氣。咁最緊要咧，呢個咧係一般的在正常的那個藥疾病咁通常咧嗰種凍咧就三點鐘黃，下晝三點鐘凍咁有一種温温頓頓咁就好清晰嘅嗰個情況嘅症狀。好啦，咁脷咧就會有苦味啦，同埋咧係乾淨嘅脷冇乜胎嘅咁最緊要緩勻啦就先所講緩勻啦，嗰個頭咧就好似旋轉啦。好似个头咧就好似向后上跌嘅，这个疗剂咧好多时候咧系应用一啲早年应用啲人咧，因为过量用嗰个药物嚟到去压制那个药疾出现嘅，亦都好多人咧因为咧过量服用那个亚时不灵导致耳鸣如果你有啲情况咧。個人是因為食用很多亞時不靈搞到耳鳴咧，呢、這個Kinum Sulf 啦，硫酸龜苓咧係一個好值得用的療劑嚟。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